打即马，大家厝内还袂变好个啦。无啦，你是二四条，你要走啥啦？你唔免走啦，面对啦。再无你规日卖来，你来要走啦。36啊，36啊。台南市议会以后会不会很无聊？你有没有点落寞啊？啊？我目前的想法吼，因为我伫你这个节目我讲吼，无我是不应该把我这个秘诀讲出来。我袂无聊，因为安那后个月就要装这手，吼、哦，啊人一定讲，我清点无啊，你袂安那对无？你家己实在是足无聊，袂啊，因为即马代理市场生意是必须的，吼、哦，啊我也请伊去边啊徛。是台语的，我即阵偌清楚的，因为伊答应阮台南人讲要做好做满，吼、哦，结果你闹，啊，我会甲蔡一新偌清楚的上当的，我会叫人去行政院直播互看，哦，即摆贾良家咧甲你质询，啊，你到跑的，这你的任期呢，你爱负责啊，伊是代表台南市来做的，我一直祝福伊做过的是安尼，吼、哦。伊若做无三个月，就去用苦冻的吼 ，KO 阿边啊，是阮台南人闹鬼。以政治来讲，台南人心是做发财，对国家的位高点。即马伊就是代表阮台南市来行政院，所以伊啊台南市啊，恁台南出来过溪落差对不对？我拢目测，阮台南人拢无民主，南袂甲你分工，你国民党啥物党？人我坐高铁，人讲啊，恁个台南无民主啦，还台湾经济坐落坡，安尼阮大家拢艰苦，所以我祝福伊做好好事。但是我会甲伊过去所做过的欠点，所讲过的话做无够，我整理一份给阮党团的同志去做参考，哦，好好甲监督。